这几天我们广东的天气非常闷热，但是依然挡不住我攀山涉水的雄心。今天呢，又带大家来看一个也是奇龙展观的地。这一个地算是经典中的经典，因为怎么说呢？第一，它这个地的蟹心在远处看没有龙骨砂，抛头露面，非常不入大家的俗眼。第二，它点在地这个蟹场这里，不胀龙不胀脉，也是不入大家的俗眼。杨公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不到人坟不断人地，用在今天这里是非常恰当的。首先呢，它没有龙骨砂，但是它周围的外沙外水山峦水暴，坐在这里看呢，长风聚气，非常大气。第二呢，它这个地呢，主山是我们佛山的第一高峰，是一个火星做主，形容你来到这里是木火形容，来到这里就结了一个木星的秋皮蟹。古语也有说过啊，神仙多上偏坡，以可以形容今天这个地。大家请看我面前，面前这个案台，你做观星，你做案，非常有力，回收的非常好。他把周围的沙水整个大集全部收进，有前面这个观星，就达到内紧和外宽，这个堂集层气分明，是一个非常上格的扎层。但是今天有一点啊，也是给大家讨论的一点，他现在的立项是丁三桂兼五子，像外面的大河口这里没有对上这个观星。根据我们所学呢，我们综合参考呢，它应该是丁三桂兼未丑，对正面前这个观星，这里就达到全局。至于是不是正确的呢，大家看完视频评论区等着你们。